基隆女中谢新任校长交接仪式，新任校长林三维从卸任校长陈明映手中接过印信，正式上任。那基隆女中是一所百年的历史名校，学生优秀，家长也非常的配合，尤其社区都相当的支持。我相信接任基隆女中之后，一定能够把女中带得更好。新任校长林三维博士学经历相当优秀，曾经担任新北教育局课程督学，推动新北高中生在地就学，绩效相当卓越。必须要与邻近的高中以及北北基的所有大学大家同忧共好，因为只有透过课程、透过活动，让基隆女中的特色及亮点让大家看得见。第四，我想配合基隆市政府的在地留才计划，让我们基隆的学子能够在基隆市政府以及不管是奖学金或者是所有的奖助之下，都能够留住人才，为我们基隆的孩子展现一个比较崭新的未来。我想这些都是我希望到基隆女中服务之后能够来推动的，也是一个展望的目标。最后，教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希望到基隆女中之后，跟全校所有新师生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合作，让基隆女中亮点让所有北北基的家长看见。基隆女中校长林三维接任，承诺将会强化邻近高中和各大学的交流，结合基隆留才计划，协助孩子们提升竞争力。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